哎呦，手感哦！其实这个球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出来，哎呦，差点踩线。哎，头球不好，快攻发动了，来了！哦，厉害！你看他拿到球，没做好准备，心里面没想好说这个球我要投三分。 吴前做犯规，吴前，感觉到目前为止的命中率呢都不是特别高，但是牛罚球命中率应该是联盟第二，命中的首球，联盟第一，但是目前三罚零，好球，好球，刚刚手部的嫌疑，而且真是没节奏，好球拍的漂亮。 得分了，这个分盖很漂亮啊！莫兰德的确进攻，我真的不太在乎说上半场他就被罚下，我就会给对方这样的一个印象啊。张宁吧，嗯，好球，好球，地上拔起来的三分都很。 今天开场的状态又一般，丁伟知道，似乎有一点想在他上。这个位置上，太厉害了！哇，真是北大球王啊！这是一场练习防守的比赛，还真是。今天这个就这样，真不准，今天真的是服了。哎，张宁很厉害。 这条防守做的非常不好，被对方跑快攻跑得太多了。吴前带着速度过来，他投球投不进就不行。哇，终于进了！哎呦，三分啊，2-15的低潮，一次次的咆哮未能起到效应。这脚球有点滑，看吴前进一个小小的发球线，哦，终于进了，为进球，就是没办法。 三分还是没有，再传篮板，路人博，吴前再投，终于进，太不容易了，但是也仅仅是，再来两个，连堵出去上来了，吴前开了啊，这边想还一个，没有，吴前有可能去投一个，再投一个。 对方要停了，拉科，投分，果然是吴前，真的三个，对方停了。嗯，你看，我说再中一个，对方要停了。吴前就是这种类型。好了，连续三记三分，愣追了一个九个。三星进攻没有点。在三星队困难时期，张宁又站出来，一个助攻。莫兰德是19分。哦，再中。 停不住啊！嗯，这差距从一个奔着20分去，做到了10分左右。对，因为本来是比赛要被带走了，如果再那样的话。张宁这球传的很不错，嗯，这个拆挑战吧。 上赛季还要高，但这个目前的情况，要知道北京队的排名也不怎么样。我重中角色都在场边，元帅这个球还是干扰了。吴前没有休息，吴前球传的很好，我们知道该怎么打。 哇，3+1，还了一个，而且是张宁，这个球对山西队的士气也非常非常有帮助。对，这是一个新秀球员，今天他的这个抗压能力啊，包括。
做个人表现非常出众，所以说直接是做了五千。啊，这也不是做了五千，这就是他根本没注意五千过。又是张宁的机会，真不错。今天进 GV 的时候的经验相当丰富啊，对，该怎么打？进 GV 八分全在这一节，哇，全在中，好了。而时间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，只剩下四十多钟。这大家都在看着吴桐打，可不了，没人说。那个时候的效率太低了，让球队呢他的投射感受没了。服、哦、了，之前还有坚持。下去防守，哦，然后过了，好球啊！来给三十六制造麻烦。